本期话题：伟哥吃了能做多久？张志超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。那对于我们病人来说，比如说我们或者我们服用伟哥者，说他你的阴茎勃起能够坚持多久，这个来说可就不完全一样了。比如我们说伟哥来说，外科它只是改善你勃起功能障碍的。比如说你是一个正常勃起的时候，那么的话你吃了伟哥，它和不吃伟哥是你性生活表现是没有差异的。当然有一部分人，比如说他有勃起功能障碍，对吧？这种勃起功能障碍可能还不是说完全不可以，只是说比以前差了一点。这时候你吃了万艾可以后，这时候你的勃起才会恢复到你的正常状态。比如说万艾可，它的半衰期是4到5个小时，一般来说我们说6个小时以内，1个小时以后，1到6个小时是最佳的治疗时机，那12小时以内都是有效的。